单板滑雪、冰舞、短道速滑，我还得再加一个。加一个什么？我觉得我的冰雪拼图还需要再加一个冰球。原来这些都是你要打卡的冰雪项目呀。是啊，本周五晚黄金档我就要去北京卫视《冬梦之约》第二季打卡冰球运动，要跟我一起来吗？